十一想要房车自驾游，回头一想，哎，车没订，订单车又得等好几个月，咋办呢？那只有现车才能满足您了。上汽大通 V90 B 型试驾房车现低价出售，先看配置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私信我哦。先看车外有试电接口、中立加水口，这边有出拉柴油灶，撑开上方3米遮阳棚，就可以在这里烹饪一桌美食了。中门处有电动踏板和防蚊纱门，整车内饰采用原木搭配米白的配色，清新素雅，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车友。车上厨房、卫生间、卧室一应俱全。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宽敞，整车合载5人，想带上一家人出游也没问题。厨房有电磁炉、洗菜池、微波炉、电冰箱，别人堵车时你可以直接在车内做饭，别人着急想上厕所你在车内就能解决，要是有人想借厕所你借不借呢？累了困了不需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处找酒店，直接躺在这后面的床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，睡醒了继续赶路下一站，主打就是一个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。别看它比小车大很多，但是十一上高速已然免过路费哦。动力方面，2.0T 柴油发动机，6AT 自动挡变速箱，搭配3000瓦逆变器，120升清水，60升灰水，100公里油耗仅需10个油，真的是省钱又省心。现车最低25万就可以直接开走，最后2台赶紧私信我吧。